开饭，今天吃点家常菜，水蒸蛋、鱿鱼，这个是煎的这个海鱼，具体叫啥鱼我也不知道。加了点这个竹笋，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做的原因，我觉得这个海鱼不怎么好吃，没有鲈鱼好吃。应该是我不会烧。酸菜炒牛肉。
嗯，下饭。老香了，用了这款香酱，16.9给他发5包，做酸菜鱼或者炒都可以。如果你要是炒的话，提前用清水冷水泡30分钟，就吃起来不会那么酸，就酸度刚刚好。嗯，拜拜。